你不要过多的计较，只是取一小节的话，应该于心于外吧。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，你给我一节脚，我给你龙晶香。我不想伤害你。 白菜姐姐她人这么好，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呀！组长，我们去买药救她行不行？没用的，白菜的病不是一般草药就能治的。白菜姐姐，白菜姐姐，你要坚持住。 走了，别看了，回去吧。白菜，白菜，坏了！赶紧随我下山，你要折在这儿，我云中子罪过可就大了。不错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玩意儿三百年才开一次，难不成你要在这边跪地方等到死吗？趁你还没冻死，赶紧给我下山。不错。别难为我了，哎，白菜，听话。 变成这样了，阿高，你赶紧把这个喝了，喝下去你的病就全好了，相信我。这是什么？真的还好好的。
你快喝，你别管是什么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先别急，我喝。师傅，你干什么？这个你不能喝。我的画面，阿狗的止血灵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好大的寒气！白菜。虽然我不知道白菜的寒症到底是什么病，但是据我推测，鬼木的尸毒与这寒症十分相似，平时极难察觉，而且这尸毒应该已经潜伏了一段时间了。哎，小子，上次在矿场里白菜发的那场病，对，他上次发病的时候异常的凶险，全身冰冷，身体由内而外不停地渗出极寒之气，他还是服下了老爷爷你给的灵药才勉强压制了下来。哦，那就奇怪了，这压到凡人之躯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病症？不对，这丫头绝非凡人，体内竟有莫名神源在游走，只因不知何故被封印，无处突破，才会以寒气冲撞肉身。怎么样了，老爷爷？哦，这鬼木实在是太歹毒了，对一个小姑娘居然下这么狠的手。老爷爷，孔雀族长，你们既然是神族，一定有能救白菜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尸毒凶险，侵入心脉，寒症更是雪上加霜，以我们神隐村现在的草药跟法力，恐怕也无力回天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阿狗，赶快拿着吧，穿上试试。你进步得很快，而且恢复能力惊人，相信过不了多久便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了。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天启。什么是天启？天启是神族才拥有的神力，天启之后你的修为便提到新的一个境界。那我天启之后会拥有什么样的神力？天启之前没有人可以确定。那哪一种神力最厉害？无色界神力是最罕见的神力，修炼到最高境界后可以剥夺三界内所有生灵的生命。神族唯一拥有这种神力的就是黑龙，仅次于无色界神力的是原始界神力，那是借助远古神兽的能力获得的。曾经的先王就是依靠不死鸟得到了原始界神力，重创了神族。接下来便是修罗界神力，可召唤生灵，我的暗杀蝶便是修罗界神力。其中最可怕的便是食血，还有空世界神力，伏羲大祭师、新月狐、新月魁，还有白龙，拥有的都是这种神力。掌握这种神力，就可以对时间、空间有所领悟，而且还能预见未来。原来娘亲把阿狗安置在民间，就是因为他遇见了未来。天魁的金刚界神力力大无穷，
鬼墓的地藏界神力可驱使毒物，紫殿的万象界神力可借助自然界的力量，还有孔雀族长的长生界神力可治疗一切伤痛。这样看来，无色界神力最强，那我就要无色界神力。除了黑龙，没有人天启过无色界神力。坐坐坐坐坐。白菜，身体也好些了吗？嗯，吃了阿狗找来的穷气酒，感觉好多了。白菜啊，你的这个寒症得了多久了？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？大概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小的时候也会偶尔犯病。哦，你体内的寒气啊，让我想起了一直流传在神域里面的一个传说。哦，神族之间也有传说啊？相传上古神族大战之后，神王黑龙一统三界，之后黑龙就在三界当中再找一块晶石，传说这块晶石能够打开蕴藏在结晶山里面的远古神力，但是黑龙一直未曾获得。直至十多年前吧，这块晶石突然暂时现世，黑龙派出了神将下去寻找晶石的下落，可是最终的结果全军覆没，而杀死他们的正是独属于那块晶石的上古神力晶石之灰。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？世上仅此一块。竟然真的是你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跟着阿狗？怎么了，师父？是鬼墓的毒皇，我去找大祭师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看到了你的眼睛。白菜，老爷爷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就是害死我父母的凶手！你在说什么？我何时害过你的父母？当年我亲眼看到杀了我父母的神族大将，手上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蒲骨。当年我的蒲骨曾经被人偷走过，为了找到这块蒲骨，我曾经去过你说的那个密室，但是当我到的时候只有神族大将的尸体，密室内空无一人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从来没有派人去害过你的父母。现在所有人都死无对证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吗？阿狗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我不清楚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我可以确定，你刚刚要杀死白菜，那是因为我。原来你这么不相信我。大祭师，我不能让白菜陷入危险之中，我先带白菜离开这儿了。阿狗，阿狗，白菜，
把你带来神隐村都是我的错。之前你就想要离开，我没有察觉到你的不安，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阿狗，你现在也是进步神速，越来越厉害了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现在禁忌之炮。他有什么厉害之处吗？别看他外表平平无奇，但只要配上我的爆炸粉，立马威力无比，就连神族都抵不住来那么一下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堆这个禁忌之炮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怕神族了？元义师傅，你有什么顾虑吗？任何有杀伤力的发明创造，最后都会沦为战争工具，我不愿意禁忌之炮也变成这样。我倒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武器既可以用来杀人，也可以用来保护身边的人。你答应我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以使用它，更不能让它成为战争工具。元义师傅，你的秘密武器终于要派上用场了。你伤得太重了。我没事，石心他是死了吗？禁忌之炮的威力连金刚界神力都抵挡不住，石心就算有十条命也抵不住他。阿哥，阿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阿兰，我们快走吧。
人竟然能拥有这种力量。是尝尝这第一道茶。你内心深处就如这茶盏一般，一黑一白，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神，只能你自己决定。第一道茶的味道如何？又苦又涩，难喝死了。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把太极诸神阵都搬出来了，不会只是为了跟我喝杯茶吧？茶之道与修炼之道意境相通，初时都是枯燥苦涩。可你呢？打小就不愿意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，只想着偷懒走捷径，所以啊，你不喜欢这第一道茶也正常。来，尝尝第二道茶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喝。在你眼里，我自是处处不好，可比不了你那乖巧懂事、处处好的小女儿。这第二道茶，味道又如何？更苦了。苦就对了。修炼一途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就算你熬过了初始的枯燥苦涩，你还会面对更大的挑战。够了，能听你讲这些空话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该轮到你尝尝我的茶。老爷爷是辛月魁的父亲，那老爷爷就是我的外公。
记得第一次在矿场见到大祭师时，他对你的考验吗？我要让你做的事情，就是继续留在这里，做一个称职的奴隶。他让我做一名称职的奴隶。嗯。之所以隐瞒你们的关系，一方面是为了你的安全，另一方面也是大祭师对你的考验。如果一开始告知你的身份是大祭师的外孙，整个神隐村都会对你另眼相看，你自己也会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的身份特殊。以前王子时候的脾气和秉性都会回来。大祭师说，只有你把自己当成凡人，才会不断被质疑、排斥，甚至刁难，才能够磨练你的心性，让你越挫越勇。这才是大祭师期待的五哥。外公苦心孤诣教我成才，我却没能好好跟外公相认。如今他还身陷囹圄，我一定要把外公救出来。新月魁把大祭师带到了神域，神域高手如云，除了你见过的神域六部大神之外，还有圣贤殿，那有法力更加高强的圣王把守。以你我现在的能力，恐怕无法跟神域抗衡。我知道现在想要攻打神域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我只有变强了才能救出外公。吴哥，这段时间你成熟了不少。阿狗，过来坐。师父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总说是要打败黑龙，但现在连试行这关都过不了，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。你知道大祭师为什么要把你带到神隐村让我们教你修炼吗？因为我有这个天赋。没错，但是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大祭师的空时界神力能窥探未来，他预见到的那个人就是你，新王之子武庚。我？嗯。师父，你早就知道我是？没错。这么说老爷爷也是因为这样特意去了北山矿场找到我帮助我。不管怎样我还是让他失望了，我连天启都失败了。天启不只有一次，而且你之前出的是无色界神力，我跟你说过这是三界之中最强而且只有神王黑龙才有的神力。武庚，可见你的不一般。之前大祭师的预言我也有所怀疑，但是现在我坚信不疑。所以武庚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好吗？师父，第一次听你讲这么多话，真难得。
如果听明白的话，就赶紧去休息。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五更了，谢谢你啊，师傅。放心吧，石行会成为我抗神路上大败的第一个神。厨子昨晚陪你睡了一晚，因为不听话随便乱走就被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少吓唬我啊！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阿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跟你说，当年我跟阿狗可是徒手制服了一头大白虎，那大白虎有你三个头大。还有啊，矿场里都是我兄弟，我一声令下就能把你这鬼地方夷为平地。再废话，我升职了你，先做饭，以后他们的饭你都要负责，不仅要保证他们活着，还要想办法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壮，这样那才是我的战斗之夜。又是你，鬼木，伏羲老谋深算，你是如何追踪到他的下落的？禀告大祭师，属下追踪的其实不是伏羲，而是一个奴隶女孩。通过这个女孩，我找到了神隐村，而且属下发现这个女孩身上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。什么神秘力量？这个属下还不清楚。哼，鬼木，说起来此次神隐村一战又让你添了新伤啊，瞧瞧你现在这副样子多可怜呢。还望大祭师怜悯，赐属下灵药啊。你看，要不是鬼木，你也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到神隐村，不是吗？说的对呀。这么说来，比起冲锋陷阵，你这个温布大神倒更适合打探情报的工作。我看你不如找玄差套份差事吧。鬼木，我不治你办事不利的罪就不错了，滚下去，别让我再看见你这副丢人的样子。是，这就滚，这就滚。站住，
你若不把那丫头的底细查清楚，小心我要了你的狗命。属下明白，属下是狗，属下千秋俱白。将他们困死在沙漠里，出手别闹出大动静，免得石行发现。万象界神力，神所干的。很奇怪，这些风伤不了我们，但是能困住我们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我知道了，是有人故意用龙卷风将我们引到流沙坑里，这沙坑困不住我们，但可以将我们的路引歪，一来二去我们就发现不了王者城了。所以正确的路在龙卷风方向，毕竟有谁敢冲进龙卷风呢？所以龙卷风的方向就是王者城的方向。你说的对，阿兰，我们走。我们根本跑不了。你果真来了。石行，我已经如约赶到，你为什么不遵守约定？那又如何？石行，你虽然是神族，但不要小看了我们人族的智慧。无知的人族，你真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我吗？阿哥，子宇叔叔，没想到炼器竟然这么神奇，一点都不比神力差。等你学会了控制你的气，
就能够提高你心印的敏感度。炼气是你体内的能量，而心眼呢，则是控制炼气的开关。开启了心眼，就能够按照你的意识将你的气变成你所要的形态。控制好我体内的气，将炼气变成我想要的形态。这么快就学会了炼气的诀窍，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啊。子宇叔叔，这么厉害的炼气你是在哪里学的？幻岛。幻岛？是的，一个处于三界之外的岛屿。以后有机会我会带你去的。好，别担心了，虽然石行是个好斗的疯子，但是像白菜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女子，石行不感兴趣也不会去伤害她。今晚你就要决斗了，要尽快地把你的身体恢复到战斗的状态。我知道了，子宇叔叔，和石行的新仇旧恨今晚一并解决了。子宇叔叔，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没有神力，等同于一个凡人。子宇叔叔，听着，与石行决斗之前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我现在就用炼气打通你身上的窍穴，只要你扛得住的话，你的身体和神力都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。他体内竟然隐藏着另一种力量，不行，这样下去他会死的。子宇叔叔，别犹豫，如果连这关都过不了，还谈什么对抗黑龙？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赌不如输，扭气，定义。接下来，控制好你体内的力量。你是兴国的王子，是寡人的儿子，也是千万兴国人的希望。庚儿，这一路困难险阻，我和你父王会陪着你，你不会孤单的。我不能输，我要变强。父王，娘亲，等我打败黑龙。控制好你体内的力量和气。
是，我刚才不是死了吗？石行，怎么回事？我又看不见，你准备这么多胭脂水粉，还有镜子，岂不是浪费了？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我一直在你的身边，以后就由我替你梳妆，为你裁衣。嗯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。石行一直在问的女人就是她吗？石行，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，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。你叫啊，叫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你的名字？你是谁？石行，你怎么了？我记得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谁？石行，我的头好痛，好痛！难道这里是石行的记忆世界？见识，你终于重拾剑术，肯出来见我了。我的剑是为了坚守正道所炼，而不是与你进行无聊的比拼。我本不想杀生，然而今日你要伤害我所要保护的人，我只能成全你。好，那就千万别让我失望。痛快了，大剑士！这么多年了，终于让我体验到了死亡的快感。你现在的炼气已经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地步，果然不枉我一直在等你。
你错了，你没有资格羞辱人族。是不能战胜的。阿狗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不愧是命运之子，居然能够识破空世界神力，很好，我迫不及待想见见你。
想到一个人族真的觉醒了无色界神力，可惜你和石行一战消耗太多，尚未恢复，现在绝非我敌手。你们神族就爱干这种趁虚而入的事情。虽然我现在杀你胜之不武，但若留你却是神域大患，你认命吧。妖族的也来了。哼，你们神族恃强凌弱，我今天就让你的神魂消散在此。笑话，你等妖族余孽自破誓言离开妖界，那便是公然与神域作对。今日是那太极无胆前来，若要是六部齐至，必将你们化为齑粉。别强词夺理了，石行死了，鬼木残了，你们哪儿还有神域六部啊？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谢谢你们帮我解脱了痛苦。的确失去挚爱会让人生割裂。你说白菜体内有远古神力，只有远古神力这样强大的力量才能解除我身上的王者之印的咒语，为此我释放了他身上的神力。远古神力对白菜会有什么影响？或许能让他再强大一点。大剑士，你说得很对，我确实无法理解人类，但这个世上我想理解的人类他已经不在了。或许人类可以做到神无法做到的事情。阿狗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说不定真的可以。我们就可以见面了。
他俩好像不是妖族的。说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我如果说，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信吗？天上掉下来的？要是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会是神族吧？神族，神族呀！我读十万年，千刀万剐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我看还真是神族，仇人就在眼前，还不动手？一条脏手换你们俩的命，若下次再敢为恶行凶，我自会收账。谢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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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给你们大王带个话，识时务者尽早归降，否则我将带兵踏平这罗山。是是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是妖族大元帅，逆天而行。他们刚刚喊你大元帅的时候，我大概也猜到了。多谢大元帅救命之恩。白菜姑娘，无需多礼。你认识我？我不仅认识你，我还知道你在王者城解除了王者追印诅咒，帮你的同伴一起打败了石行。姑娘的胆识令在下佩服。说到我的同伴，我们在进入妖界时不小心走散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走吧，我带你。大元帅，妖族封印解除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攻打神域了。大元帅英明神武，得大元帅庇佑，我们妖族封印解除，返身大业指日可待。解除封印之人并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，而这位就是解除封印之人的朋友白菜。在下铁血无双，见过白菜姑娘。不知姑娘来自何处？她来自人界，但却是妖族。人界的妖族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白菜姑娘，我是鬼魅森林。你长得为什么跟我们不太一样？不不不，我不是妖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娘在王者之城的星矢之辉世上无二，我曾在一对妖族夫妇年幼的女儿身上见过，后来他们逃离妖界，杳无音讯。你虽久居人界，但这里才是你的故乡。我就是普通的人类，并非妖族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
也没有什么经世之辉。大元帅搞错了，白菜承受不起大元帅的错爱。即便否认，但先祖的记忆早就存在于你的血脉当中。这些晶石是随着妖族的先祖一起来到妖界的，此等神力共鸣的迹象，我只在那个女孩身上见过。白菜，你就是妖族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黎明之花。你既然在少年时就找到了黎明之花，那为何妖族仍受到石化病所困？太好了，这样嫂嫂就有救了。多采一些回去，还可以救族人。竟然溜进来一只小老鼠。你是谁？我乃圣贤殿大长老神眼。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逃不出我的法眼。圣贤殿大长老，莫非这里是神域？我并非前来作乱，我只是想摘一些花回去救族人。你还是先搞清楚，你手里边拿的是解药还是毒药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花不是可以解石化病吗？是你们搞的鬼！神族卑鄙无耻。能解石化病只不过是一句谎言罢了，它的花粉才是治病的根源。我早已把它们散播到了妖界，无孔不入，无处不在。但如今这个秘密被你所窥见，我就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。阿哥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不生气了好不好？什么秘密啊？别想听就算了。我想听，谁说我不想听了？只要是你说的，无论是什么秘密，我都想听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家的样子吗？不太记得了。但我记得，这里的石头山、石头房子，还有家家户户未曾熄灭过的烛灯，我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啊？你是说？我是妖族，妖界是我的故乡。你是妖族？之前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承认，因为童年的某些记忆太过痛苦。再说了，我还去过了普通人的生活，这也是我父母对我最后的期许。但是我这次回来，看到我的族人在受苦，我就决定不能再隐瞒下去了，我要跟他们一起承担。无论你是哪一个族的白菜，都是从矿场开始跟我一路走来陪着我的白菜。只不过我们这次来到妖界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，无论今后我们做什么，你都要答应我，首先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能再让我担心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元帅，
诉我的事情让我感到无措。我希望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只是最普通的白菜，在只有阿狗那个世界生活下去。但如果我不接受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白菜？比起你新的身份，我更希望你快乐。相信你的父母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想这应该是你遗失的，在我的记忆中它是属于你母亲的，现在它属于你。娘亲永远都不会不要你的，记住，无论以后娘亲阿爹在哪，我们都爱你，记住了吗？好久，他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？当时你的父母带你离开妖族之后杳无音讯，我便派人四处寻找，最后只找到这串项链。大元帅，那你与我的父母可熟识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的父母是我兄长海阔天空的麾下大将，他们战功卓著，威名赫赫，有勇有谋，更有着一颗仁爱之心。他们在妖界行医问诊，替百姓摆脱病痛。只可惜妖界资源匮乏，他们只能跋涉千里去寻找治病的良药。他们很恩爱，只要有你母亲的地方，就一定有你父亲的身影。